悉尼啊 ！Hello！ 哎，你这是做了一半了吗？还是？对的，我现在是妆容正在做，然后发型待会儿再会做。所以今天发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设计？你睫毛好翘啊，泽良。还有我的眼睫毛不是重点，我在问你好不好？我今天会走一个比较帅气的路线，所以是酷妆，而且跟4567其实有搭。我们的颜色搭配，然后跟整个造型，我是走一个比较帅气御姐风。哇，御姐风，但是很帅的那种。我觉得又帅又性感吧。冷艳吗？可以这么说，这样我就可以少笑一点点。就我觉得说，悉尼她有的时候她的造型，要么就是很公主，要么就是很那种高冷的感觉啊。就整个风格可以一直在挑战不同的造型嘛？就我又可以可爱，又可以帅气，然后又可以性感，这样子。自己夸自己啊！但是你觉得说，你最适合的是哪一种造型？我最适合的吗？我自己觉得帅气风格吧，但是公司一直觉得我可以走一个可爱路线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需要一直在挑战。